天黑了，手机关机了，我也不知道现在是几点。骑到了这个地方，迎春，这应该是个镇子。昨天晚上最低温是-28°，又成功的在雪地里面度过了一夜。现在是6:42，天马上就亮了，起床吧，把这雪套给它套上，笨鸟心飞，早入帘，早起一点，冬天就能多骑一段距离。本来冬天时间白天的时间就短，骑行的速度就慢，早早的起一点，抓紧往漠河去吧，抓紧回家过年。啊，把外套拿出来穿上。这外套上全都是冰。啊，感觉就是把一个冰壳子穿到身上。这回的温度就是-28°，啊，我的这套装备，感觉到了-28°之后，昨晚睡的就有点，能感觉到一点冷了，特别是接近凌晨的时候，但是还能承受得住。现在太阳还没有出来，冬天东北这边要7点多，天才彻底的亮开。把上面的这个霜雪擦一下，我这双厚手套买来的作用就是每天早上收拾行李的时候干这活的。冻得拿扇，放到这里。行李都收拾好了，帽子戴上，再吃个药就出发，吃这个50茶。昨天晚上有朋友提醒我说，这个50茶和板蓝根不能一起吃，然后我去百度了一下，确实不能一起吃，这会影响药效，我就吃这50茶分开吃，早上吃50茶，晚上吃板蓝根。哇，这雪太厚了。刚出发的时候脚比较冷，先不骑，反正推着走个10几分钟，脚热了之后再骑。看看这狗对我都热情，又叫又摇尾巴，上蹿下跳。哦哟，回到202国道了，再瞅一眼榆林镇，到处都是卖饼的，这是我昨天买水的超市，啊，再去买些水。
喝开水。没有热水，那就喝个开水吧。这玩意还得抓紧把它喝掉，不喝待会儿就冻住了，没法喝了。哇，烫嘴。吃完饭继续出发了，这回有一点下小雪，但是问题不大。北方的玉米完全不用担心发霉的问题，但是大雪天那个机器还在往外输出玉米，地上堆着这都是玉米，这一堆堆的玉米堆得跟山一样。这路边的灯杆上写着猛犸象之乡啊，猛犸象故乡，中国青冈。原来真的有猛犸象，看这里就有三个，这里还有三头，前面就是青冈县城了。
这样，不知道是什么原理。帐篷搭好了，现在手机电还没充开，我也不知道几点。今天气温太低了，我把外套脱了，然后换了一个外套套在上面。今天气温太低了，搞了半天，这个管丝罐也没点着，不点了。然后现在手机也充电充不上，还没开机。我去正子餐吃个饭吧，现在也不知道几点了，感觉有点晚，肚子也饿了。这让我搞熟得猴年马月了。东西就放这块，去正子餐吃个饭吧。盖好。这个运动相机也是放兜里，捂热一会能开会机，一会又动关机了。看到这有个烧烤，里面看看吧。哎，关不掉。你好，有什么吃的呀？就鸭货，鸭货烧烤。啊？鸭货烧烤。就烧烤吗？鸭货。鸭货。嗯。然后随便吃一点吧。放着孩子。手机终于充上电了，但是还没开机。现在几点了？不知道几点了。看手机几点了？不知道，你没手机啊？九点多了吗？九点半。九点半。哇。你这骑车到哪儿？到漠河去，我准备。漠河？到漠河？漠河得几天呢？漠河还得半个月，还有900来公里。你家哪的？云南的。云南也好啊。跟云南一个怎么回事？啊，跟云南等到这。你家待多好，到上这边待着冻。没挨过冻啊，所以说来感受一下。暖气冰箱烤一烤。哎，身上都是湿的，我换了个外套，里面就是干的，那个外套，裤子是湿的，裤子上本来是冰，到屋子里面就湿了。烤一烤，烤串、方便面，还有一杯白酒。我感觉我应该是8点左右到了这个镇子，7点多，然后搭好帐篷在那块，相机都没电，手机没电，然后。那个火一直打不着，你咋着？终于是吃上了，牛肉串。顶了好多啊，应该都能吃掉。吃完饭回来了，东北的物价就是便宜啊，那么多烤肉，一杯酒，还有那叫什么，还有方便面。总共吃了52块，挺便宜的。啊，准备建帐篷，休息。这些东西也不收拾了，明天早上起来再收拾。看我这件外套，你看全身都是冰，这就是我穿着身上骑车的。这个裤子。我就吃完饭走出来几百米，它没干，直接成了雪花了。裹件睡袋准备休息了。今天帐篷外面贼乱，帐篷里面也是。今天晚上太晚了，我也不想收拾，不收拾了，明天早上起来再收拾吧。哎呀，现在仅仅视频，
今天我看了一下导航距离，骑了大概110公里。哇、哦，外面什么叫？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，我休息了，剪视频，拜拜。